它的手袖，先做这种宽袖，两个真口袋，鼎鼎大名的双口袋。再来呢，就是很可爱的琥珀扣，里面你要再加更宽更厚的东西，都不会有卡袖的问题。然后它就有很可爱的这个经典小帽子给大家。然后呢，手呢真的是打开最可爱，所以我自己超级喜欢这一件的，弹性很好。然后做微小飞鼠，刚刚有提到我最喜欢是它的领子，它的领子是这样直接延伸出去一个大帽子。所以呢，当我今天有点想要小性感，我想拍照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偷偷拉一下斜肩。然后灰色我很喜欢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铁灰色很有质感，它不会来的秋冬这么样的黑，然后整个很适合大家，可以遮肚藏肉，然后又可以保暖。里面如果有穿背心的话，你们可以打开来就是当成是外套，其实就 OK。